請兩位粉絲玩咗先嘅，跟住第三位咧就到的台人。聽觀眾啲講咗，請你。好啲嘅可以交俾我先，或者快啲下先啊。好，咁不如咁啦，我哋先請第一位先啦，不如就你先好唔好啊？嗱，你企喺呢個馬位冇錯啦，鬥高分三支標兩 round， 即係總共要掟六支標嘅，你先掟咗三支標先。嗱，小心唔好掟親我哋夜班工作人員啊！呢個好慘嘅，如果中箭。好，哇！係第二，會 OK 喎。第三，哇！好啦，可以讓下一位啦，到第二位。三支標依然係。我哋玩完第一 round 咧，會報告一下個戰況先嘅。加油！哇，冇噶啦，冇噶啦，走咗去就不復復個牌噶啦。哇，又一標有十八分，又好嘢喎！哇，好，第三個到的香啦，興氏，我不費田係咪啊？我不費田。哇，成個勢都贏咗啊！有姿勢又有實際，嚟啦嚟啦！哇！好，報告下先。第一位粉絲是29分，第二位粉絲是25分。而家我咪講咗兩次啊！第一位粉絲29分，第二位粉絲25分，第三位咧丁凡29分。換言之，丁海人同埋第一位粉絲嘅分數暫時一樣嘅，所以我哋要嚟第二 round。첫번째팬팀다시가겠습니다。첫번째팬분들은29점，두번째팬은25점，우리혜인씨도29점。好，咁不如咁啦，第一位粉絲，你可以進行第二 round 嘅比賽。你唔抵啦！你掟走咗支，唔係你有人問我佢係咪可以咧走得噶啦？我話唔講得俾你聽。咁快手得㗎？哇！爭啲紅心啊！哇！星馳，茶先熱水咯，茶先惡水咯，好信心啊，係嘛？好，加油，加油！哇！我行遠啲先，有啲驚驚。哇，又嚟啦！慢慢，春春你，春春你啊。哦，平時俾啲掌聲。嗱，如果丁海人贏咗嘅話咧，唔好意思啊，兩位粉絲咧都冇禮物收嘅。但係如果丁海人係拎第二位，第一位嘅粉絲咧就禮物收啦。如果丁海人係第三位，兩位粉絲都有禮物。만약에혜인씨가1등을하시게되면두분은또선물이고요예만약에누군가가또지시면또이제所以咧叫做公道留存啦，系咪先？嗱，搞多个分数啊！第一位粉丝94分，첫번째팬은94점득점했습니다。第二位49分，두번째팬은49점득점하셨고요。超靓仔嘅丁海人108。咁啦，我又覺得兩位粉絲咁辛苦上到嚟，都應該俾份禮物嘅。誒，이렇게수고스럽게올라오셨는데선물은받아가셔야되는거죠。呢個係呢個台詞，我一定要講嘅，係。個禮物係乜嘢咧？就係噔噔噔噔，寶麗來上機出發。你哋唔好羨慕啦，佢經歷咗啲咩咧 ？A B A B 完。包揼完，先至可以上台啊！好難噶，我出金熱啦！好啦，又嚟，仲有一位，仲有一位嘅，仲有一位。嗱，我哋個寶麗來需要回來嘅，俾少少時間。不如咁啦，想問下丁海人咧，同我哋玩嘅感受又點樣咧？네，이렇게팬분들과같이게임을즐기셨는데소감이어떠세요？이거아너무재밌어요그리고이제약간긴장이좀풀리는것같아요오안아리아판종래어신지몸만간증不如咁啦，因为咧嗱，我收到个消息做咩啊？哦，太大声啊！哦，远啲，对唔住，细声，免你哦，免你哦。
咦，又有個新人學喎，冇嘢當我冇講過，好你。 嗱，啱啱嗰部機咧有少少問題，所以我哋請翻咧第一位粉絲咧再影多次嘅要。嗱，如果佢答你嗰個球，你出唔出到門口唔關我事啊？影唔影到？係咪影到啦？咦，都仲未得㗎，原來係咪第二步都唔得？嗱，不如咁樣啦，嗱，既然保利來唔得，我哋會唔會有 poster 可以改成 poster 咧？ 會唔會有 poster 咧？係啊，嗱，接觸方法俾大家揀手機影得唔得？因為手機影，唉，呢個世界咧永遠都峰迴路轉。而家佢又話得啦，保利來，佢又話得啦，呢個所以登台人嘅粉絲見面會特別難忘嘅，係咪 OK 啊？好，得啦，保利來嚟啦。不如咁啦，揾陣時見用埋手機啦，我驚即係九船到後面玩唔到啊！ 我哋手機影下先，點都有一張啦，係咪先？好，咁保利來而家係咪得啦？唉，呢個時候我都想同的確人傾下偈嚟拖延下時間嘅，但係咧又好似而家嗱，不如咁啦，我冇個最後答案話俾我聽啫。 好啦，影完相要落台啦，唔該曬你啊，thank you。好啦，冇辦法啦，而家好似有第二個 option 係咪？呢個世界咧好奇妙，明明啱啱係話保利來變咗自拍，跟住自拍完又變海報，海報咧又變翻自拍啊！ 好 ，thank you， 真要掌聲啊！呢下好偉大嘅一個 pass。嗱，下一個遊戲唔知個保利來會唔會復活啊？唔緊要，我先請咗兩位粉絲玩第二個遊戲先。